好之后，我就把单给你了，他就给了。你还有两年，那你去发一年在那边。我留不留都无所谓了。你留不留都无所谓。因为后面这张是你去对了，不是我去对了。不是你那个仓库要仓管就是要那个吗？把那个里面。我已经录好了，我做好记录就行了，我不会再查了，一般我不会再查什么的。你都做好记录了？对啊，我会做记录啊，我有文档啊。我就不用查，我留，但是因为我怕后面他、这个。但是我看。